家听我说，老板克扣我们的工资太多了，我建议大家立即罢工。对，罢工！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还是让潘老师发表一下意见吧。潘老师说呀，咱们听听潘老师的。潘老师，您说两句吧。工会刚成立，就发动罢工，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就该让这些黑心的杨老板见识见识我们工人的力量。大家说对不对？对呀，对呀，对呀。潘老师，爸，站住！爸，不用看了，战争会在今夜爆发。据可靠消息，中国政府下午4点已接受了日本的条件。狼吃羊，一定会找借口的。我们的赌局不是狼吃不吃羊，而是狼什么时候吃羊。皇兄，还是认输了吧。以后出现在潘女士面前的只能是一个骑士，那就是上海滩的唐吉诃德林飞雄。林兄，你未免也太着急了。现在是民国21年1月28号晚上23点28分，离29日凌晨还有32分钟。好，那就拭目以待。干杯。公元1932年1月28日，日军借口保护侨民，大举进攻上海，史称上海128事变。日军从1月28日打到3月3日，依然无法冲破中国军队的防线，不得不接受停战谈判。此时，双方各种势力暗中较量。
大哥，喝口水吧。三哥，三哥，三哥，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来，喂，黄探长，快上车。想不到在这儿能碰到黄探长，真是幸运啊。潘小姐是红遍上海的大明星，能遇到你也是我的荣幸。您太客气了，这么晚了您还在巡查呢？作为巡捕，巡查是我的职责所在啊。真敬业啊。对了，潘小姐，那些人为什么追你啊？我能说他们是我的崇拜者吗？看来潘小姐的崇拜者还真不少啊。黄探长，我累了，请送我回大东亚饭店吧。好。小陆，你也该泡杯茶消消气了。我就是看不得这种气氛，这日本人还虎视眈眈着呢，只不过放出风来说要谈判，
你看看他们，今又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不醉生梦死，还叫租界吗？探长，你对这眼前的时局就一点也不关心？吃什么饭操什么心，在上海滩混，别惦记自己不该惦记的事儿。你说的对，我们是在租界，是在给洋人做事儿。可这再怎么说，咱们也还是中国人嘛。不，是东亚人。确切来说，我们都是东亚人。王探长，早。哎呦，山口班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抱歉。喂。知道了。这几个人你认识吧？这是上海滩有名的斧头帮三号人物丁贵根。该去见见斧头帮的大哥了。德成，你来了。大哥，三哥的。别说了，我都知道。谁干的？日本人。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三哥？德成，过来。我这一路上过来，也没看到技术完整的地方。为了营造出谈判桌上的有利气氛，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白川一则，竟然借口要庆祝天长节，要在公租界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庆祝他们的天长节。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让老三在天长节那天干掉白川一则。想不到老三就遇害了。我怀疑我们的内部出现了内鬼。大哥，让我来完成三哥的遗愿吧。这本笔记本只有八页，这里面有八个和你相同的潜伏者。他们真正的身份只有我知道。你是？十年前为什么要出卖老师？你是小雪？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说，是谁指使你的？没人指使。当时我是被逼无奈呀。潘雪莹是潜伏者，这怎么可能？叛徒。潘雪莹不仅是潜伏者，还是日本杀手。潘雪莹昨天晚上曾经出现在红岗公园附近，可能是潘雪莹发现了老三有危险，想去救他，可惜晚了一步。认识三哥？老三和我是潘雪莹父亲的学生，当年就像一家人一样。十年前潘老师被军阀杀害以后，潘雪莹跟着他的母亲去了日本，后来秘密地加入了日本的特务机关。这个大明星还真不简单呢。ようやく復讐を遂げることができ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なんで連れてきた？帝国は君たちに協力して使命を全うしてほしい。城川大将は天朝節の日に四川ほくろで盛大に行軍を行うことを決意された。そしてすべての高官を大東亜飯店に招き宴会を行い、天皇陛下の誕生日をお祝いする。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白川一族。潘雪莹作为大东亚饭店的歌手，他是最有机会接触他的。哟，嫂子，这是去找谁呀？是不是又傍了哪个大款了？能不能介绍给小弟认识一下？林飞雄，我还没嫁给你大哥呢，别嫂子嫂子的乱叫。不是我嫂子，干嘛带着我哥的手表？林飞雄，你哥是被日本人杀的，有本事你找日本人报仇去。在这儿欺负我一个女流之辈，算什么男人？臭婊子，你还挺能说啊。你别忘了，你还是臭婊子生的呢。当初要不是你哥好心接你进林家，还送你去德国，你能人模狗样的坐在这儿？既然你不是我嫂子，你也不配戴这个金表。如果不是看在曾经你和我哥感情的份上，这杯酒我一定会泼在你脸上。林飞雄肯定不行。你了解他吗？那就是上海滩的唐吉诃德，林飞雄。他是个花花公子，我们经常一起喝酒。林飞雄不仅仅是一个花花公子，还是一个留学德国学习制造炸弹的专家。林飞雄是这次任务不可代替的人。卖花啦，卖花啦。叔叔买束花吧。叔叔买束花吧，我饿了。小朋友饿了。花我不要，这个钱你拿着。小朋友再见。叔叔再见。你们快去吧，别让小朋友饿着。
谢谢叔叔。可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必须抱定必死的决心。林飞雄这种花花公子，他能视死如归吗？为了他的哥哥，他会的。这些人你都记住了吗？放心吧。虽然这些潜伏者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随时准备去牺牲。阿四，你在玩什么花样？你吃香的喝辣的，现在全被你毁了。有人跟着你们吗？路上没人，连狗都没一条。上车。砰！扔了吧。哎，上车吧。潘小姐，是你，你到这儿来干嘛？我是应约而来的。应谁的约？死神。
师傅，接你点水。目標が現れた。ここは疎開だ。巡査部に証拠を掴まれるな。はい、はい、待て。取り消しだ。機関長はなぜ。取り消した。这里的地形我特别的熟悉，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出去。化妆间里我藏了枪，一旦舞台上有任何小事故，我就有机会拿到枪，寻找机会近身刺杀白川。到时候我会以上海虹口巡捕房探长的身份与阿四夫妇演一出戏，在饭店外制造混乱，引开日本人的注意力。大东亚饭店里面的所有灯具都是我们林家提供的，我可以找一个理由更换大饭店的所有灯具，然后在里面放上炸药，趁着皇兄制造混乱的时候砰引爆炸弹。如果白川往外逃，黄探长阿四可以用枪干掉他。虽然我们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機関長、我らの情報分析によると封筒版の潜伏者はあれら以外にもいるはずだ。くそ、定期婚を殺せば次は高徳生だと。一体全体何人いるんですか。残りの人数何者か全くわからない。機関長の意味はこいつらを殺しても封筒版は別の患者を潜伏させ作戦は続くと。さらに尻尾を出さなくなり帝国に挑戦するだろう。潘小姐，谢谢，不过我要的不是鲜花。我查出来了，那天他是不是没有离开上海？没有。有证据吗？
有。山口君，你真的能让我去参加天长节的酒会吗？放心吧，通行证都给你准备好了。山口君，你人可太好了。谢了。好。好。看来潘小姐这戏真是把林公子给唱醉了，是他醉了，他醉了。更换灯具的事情我已经跟横山一郎说了。山口大佐这个家伙最近总盯着我。我不想看到这个日本狗，我先走了。林少爷，嗯，这林大少爷平日里可是最讨人厌的。让你讨厌的人都活不久。哎，山口君，林少爷平日里虽然讨厌，但是也不至死嘛。用你们中国人一句话说，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也许这种大少爷就该死，失陪了。
里面请，里面请。機関銃。やつの両腕を切断しろ。はい、すぐに田中に知らせます。そうだ、高探長を痛い目に合わせろ。はい。出せ。あ、リメチン、リメチン。山口大佐刚刚说了一句话，很奇怪。什么话？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难道日本人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行动了？大哥一直都说我们当中有内鬼，你们还是小心一点吧。知道了。通行证。黄包车，来了。走。来，老板，来，你这钱啊。ありがとう。秀さんは今夜明日夫婦を始末する。高徳瀬は別の患者を呼び起こすだろう。分かった。あと、林飛雄が来た。店の新しい電気に問題があり、見に来るそうだ。見てもらうがいい。見張りをつけてね。
前面。真没想到，这次是潘小姐救了我。我只是想知道是谁这么大胆，敢对巡捕房的探长下手。这个时候，除了日本人，还有谁敢这么撒野？今晚的戏和以往不太一样。是吗？凄凄冷冷的广寒宫内，透出一种绝望的声音。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抱着必死的信念去执行任务。这不是任务，是一场战斗，一场真正的战斗。战斗。我们所面对的是军人，武装到牙齿，占领了我们的土地，在我们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的军人。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加入。原来你把自己看作是战士。我就是一个战士，在战斗中牺牲是一个战士最好的归宿。战斗是男人的事情，跟女人无关。潘小姐，你应该退出。不，我不能退出，这是我必须背负的使命。喂，是林兄吗？我们老地方见。麻雀帮。昨天晚上，阿四夫妇被杀了。这两颗骰子是从他们嘴里找到的。这一定是麻雀帮那群小逼三干的。仅凭这几个骰子就能确定是麻雀帮吗？麻雀帮
每次杀完人以后都会留下骰子，冤有头债有主。他们想告诉我们，他们是为了给那些被阿四杀死的兄弟们报仇的。可他们的行动怎么可能这么快？我带阿四夫妇来到这里才不过一天的功夫，他们怎么找到的？是啊，麻雀帮的地盘在城郊的长江边上，福州路是公共租界的腹地，他们这么快的找上门，实在说不过去。如果不是麻雀帮干的，那事情就麻烦了。林兄的意思是说，是日本人？这可是你说的。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阿四夫妇的藏身处。如果真是日本人干的，那我们三个人当中一定有内鬼。谁是内鬼？谁都有可能是。比如我，山口大佐的真实身份是日本陆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昨天晚上，你们在大东亚饭店几乎同时消失了。不错，不错。有这种情况出现，我确实难脱嫌疑。大东亚饭店的老板横山一郎也是日本特务，你天天都有机会和他见面。这么说来，我比林少爷更有嫌疑。黄探长，还是说说你自己吧。我才刚刚离开，阿四夫妇就遇害了，这么多巧合，难道不令人生疑吗？看来我们演的这出三堂会审有点演不下去了。我就是想弄明白，如果真是日本人干的，他们围追堵截我是要拖延时间吗？为什么不把我们彻底干掉呢？至少他们会杀了我们两个，不是两个半。那个内鬼，日本人有可能让他活着，也有可能连他也杀。除非日本人另有阴谋。什么阴谋？因为日本人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潜伏者，他想逼迫我们唤醒所有潜伏者，然后将我们一网打尽，彻底铲除他们的后患。如果是这样的话，皇兄，你一定不是内鬼。是啊，我们三个人当中只有你知道谁是潜伏者。如果你是内鬼的话，日本人何必多此一举，直接让你交出名单不就得了。潘小姐，你我二人之间必定有一个内鬼。时间紧迫，我们不能再拖了，必须赶紧解决内鬼。我有个办法，可以马上解决这个内鬼。什么办法？拿着枪，
杀了我和潘小姐。機関長。どうなったんだ？麻雀盤に手がかりを与えただけです。行動をするのも麻雀盤のものとも絶対に問題はありえません。どうだろうな。高探長は飛んだ癖者だからな。たとえ高探長が疑っても、 ユキコさんがどうにかしてくれるでしょう。役者が一つ上手か、それとも探長か。这是个不错的方法。不是有句话说，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走一个。何况你今天只是错杀一个。 大哥一直都说我们当中有内鬼，你们还是小心一点吧。大东亚饭店里所有的灯具都是我们林家提供的，这里的地形我特别的熟悉。韩雪莹不只是潜伏者，还是日本的秘密杀手。我只是想知道是谁这么大胆。 敢对巡捕房的探长下手。山口大佐这个家伙，最近总盯着我。我不想看到这个日本狗。先走了。那些人为什么追你啊？我能说，他们是我的崇拜者吗？在这个世界上，他大哥是比他父亲还亲的人，只可惜死在日本人的手上。 上车，这是我必须背负的使命，我不能退出。这可不是心软的时候。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 开枪吧！我的枪从来不杀自己人。 今が肝心な時だ。 高探長に何か挙動があれば、転調節の措置を変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わかった。うん。異常はありません。 機関長、何かご不安がおありのようで。もしもお前が探長の立場にいるなら、一体どちらの容疑者が裏切りか判断不可なら、その時にお前ならどういうふうに行動するんだ？もし自分であれば、 ためらいなく二人とも殺します。だが、高探長はそうしなかった。どういうことかな？それは、アーシー夫婦が麻雀盤に殺害されたと信じている。うん、高探長は別の感情を起動するしかなくなった。ご指示をお願いします。 秘密情報によると、逃亡中の朝鮮反逆者、尹奉吉、李東海は疎開に潜伏中だ。奴らはおそらく、フォトバの患者の可能性がある。
なぜかわからないが、探長は奴らを起動しようとはしない。一体なぜなんだ。お恥ずかしい限りです。この2名の反逆者を調査しておりました。ですが何も結果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今回高探長は奴らの存在を明らかにするしかないはずだ。日军已经正式通知公共租界工部局，将在29日7:30举行阅兵式。现在是27日上午8:30，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足3天了。阿斯夫妇不在了，我们需要重新制定行动计划。你要唤醒其他潜伏者吗？凭我们3个人的力量是肯定不够的，在法租界内还有4个潜伏者。那4个是什么样的家伙？其中还有一对夫妇，男的叫张小林，女的叫于凤美，曾经是纵横上海的雌雄大盗。这对夫妇前几年已经伏法了，莫非被大哥调包了？还有2个朝鲜人，一个叫张北河，一个叫徐丰顺。这2个倒是没有听说过。这不是他们的真名。不是我不相信你们，我也是刚刚知道他们的真名。张北河叫李东海，徐丰顺叫尹凤吉。大哥，都安排好了吗？通行证已经送给了黄探长。这2条黄鱼儿拿去找你的家人吧。大哥，我哪还有家人呢？ゆき子さん、悲しまれているようだが、誰のためですか？戦争で亡くなった人たちです。ああ、確かに彼らに対して祈りを捧げるべきだ。日本が中国に来たのは、強くなってほしく大東亜共栄圏を早く実現させたいからです。中国人はそう思いません。中国人。ユキコさん、どうか自分の身分をお忘れなく。ご指導くれましたよね。賢い患者は置かれた環境に溶け込む。演じる役の自然に出た言葉も身分に適したものになる。心の奥底には富士山のもとにいる母を忘れないことだ。母のことは忘れません。そうだ、東京から便りが来ている。
元気にしてますか？とても元気だ。君のことをとても恋しがっているようだ。任務を果たしたら帰れるんですね。任務が終われば私に二言はない。等等，放这边，小心点啊。唐小姐，这么晚还不休息？天太闷了，睡不着。我回来看看，你们会把我的舞台灯光布置成什么样？潘秘书放心，这次特意从法国进了一批灯泡，保证你明日在舞台上大放异彩，艳压群芳。李老板，你来的也太晚了吧？看看，
这都午夜一点多了。明日，哦不不，这已经算明日了。你还一点头绪都没有。恒山先生，我不都说了吗？这人啊，特别不好找。这大晚上的，能找这几个人，已经算是运气很不错了。怎么和上次来的人不一样了？恒山先生，您可真是尽职尽责啊！这四位是我介绍给林公子的，他们的技术啊可是非常的棒。这两个朝鲜人曾经在大洋行干过很多年。朝鲜来的？到现在还没满意？恒山先生，您说的是什么呀？看来我这朝鲜话学的不像啊，连朝鲜人都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你们几个赶快去修理一下。天快亮了，你们赶紧修，我一会儿再回来。早点休息，恒山先生。もしもし、もしもし。5番です。確認したのか。はい、ちょうど探していた人です。確認できたか。できました。今は29日1時38分だ。もう式までに6時間を切った。殲滅行動か。ついに今から始まります。殲滅行動を始めようか。はい。你有没有觉得一切都安静了？确实有点不对劲儿。
是我出卖了你们。从一开始，我就把你们每一步的计划都告诉了日本人。为什么？为了最后的胜利。难道我们只是诱饵？真正的刺杀者尹凤吉已经混在了阅兵队伍里，好让日本人误以为你们是真正的刺杀者，从而牢牢地抓住他们的注意力，直到最后一刻。只有潘小姐知道内情。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刺杀者，其实只有他知道真相。潘小姐，你可真够狠心呐！难道就让我们两个这样去送死？还有你，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阿斯夫妇死的时候，我就已经确定。
和今天的内鬼是一个人。你说呢？雪莹啊，我看你是累了，找个地方吧，好好休息休息。大哥，你当年是军阀的贴身秘书，任何命令都由你的手中转达，你完全有时间通知我父亲提前离开，可你任由命令发出，毫无作为。当时我不在上海。当时你就在上海。大哥，你爱好印客，正好那天西泠印社有机会。你明明去了西泠印社，可跟三哥说你去了北京。我看你这是在捕风捉影。如果我是陷害你父亲的人，今天我怎么会重用你？因为你需要一个女间谍。这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你是为了你自己。三哥无论才能和品德都远远胜过你，你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去削弱他，甚至要置他于死地。你懂什么？在当今的时局内，只能有一个绝对权力，唯有如此，才能办成大事。老三和德成见识太低，他们是不懂这一切的。所以黄德成才成为双重牺牲者。他不仅是为国牺牲，更是为你的野心。你。我来就是要告诉你，我再也不会受你的控制。我要走什么路，我自己决定。